咁啊，今日連同五個社團咧，我哋大家一齊嚟到咧，係將我哋一啲心意咧，係轉交俾保安局啦，希望佢哋可以咧係帶到俾呢啲有需要嘅市民同埋人士嘅。咁啊，疫情咧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好關鍵嘅時刻，我哋咧全香港喺中央政府嘅大力支持底下咧，大家都係團結一致，上下一心，希望咧我哋可以盡自己嘅能力，大家一齊咧去打贏呢一場嘅抗疫戰。